除了做账草入夜后叶片会闭合之外，其他像是含羞草和豆科植物也有睡眠运动，和植物上行的成因不同。睡眠运动是由于叶片水分移动导致膨压改变所造成的暂时性形态变化。有趣的是，入夜后虽然有路灯照耀，叶片还是紧贴在叶柄里。有趣的同学可以研究看看。话说回来，你见过叶片展开的过程吗？猜猜看，今天会是哪一片叶片抢先闭合？